你没事玩这么失踪，你吓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这事儿司慕云知道吗？你俩吵架了？卓一峰是谁啊？是我，这才是我的本名。我在被苏家收养之前叫卓一峰，我现在要做回我自己。 Oh my god， 有故事啊。啥？你是说苏家和你父母的车祸有关？真的假的？拍电影呢？我也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。但这个事儿，你是从欧阳晴雪那儿听到的吧？我一直觉得这个女的，她对你不怀好意。其实我也有点怀疑她，但这么大的事，她不会骗我吧？你太天真了。你想想咱们上次那个文艺比赛。是那个小青，他的小跟班搞了鬼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带你进去，快快快！不是十点吗？现在才九点半，你记错了。来，跑跑跑，快快！我也觉得有点奇怪，对吧？还有雪球那个事儿，你说我看到那样的东西，我都会忍不住拿口水把你淹死。他凭什么突然那么相信你？他图你什么？大家能相信你真是太好了，你受委屈了。你呀，就是太善良，把所有人都想得太好。我告诉你，他对你绝对不怀好意。你以为苏慕云很在乎你吗？他只是在替他父母赎罪。你知道欧阳宇是谁吗？他是我的亲哥哥。你当他是白月光，其实她是美女蛇。谢谢你，放心吧，我以后再不会被她咬。小峰，你这几天去哪儿了？我没事。小云到处在找你，她几天都没吃没睡了，真让人担心。你快联系一下她。哎呀，电影都快开场了，咱们走吧。好，等一下。哎，再等一下啊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喂，小云，我看见小峰了。老师，家里有事，我要立刻请假。老板你好，你没有见到一个这么高长头发的女孩子。长头发？哦，往对面奶茶店了。谢谢，不客气。小峰，
好久不见。乐迪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身体好了吗？我好不容易回来，你是不是太冷漠了？一切都很不容易吧？嗯，我都知道。我来让一下啊！哎，哎，慢点！慢点！到了。你就住这里啊？我就只是暂时过渡一下而已，我已经找到新的地方住了。在哪里？你钱够不够用？在哪儿你就别操心了，肯定比这儿强。啊，我最近没什么胃口，吃泡面比较方便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认识一个专攻催眠的心理医生，说不定可以帮你找回记忆。心理医生太贵了，我现在能养活我自己已经足够了。我可以帮你。谢了，但我还是想靠我自己。你要是真想帮我的话，就把垃圾扔到门口，然后我们再去找好吃的给你接风。给我吧，谢谢。走吧。给，试一下，我自己调的。嗯。你吃清汤，我吃辣。好。吃，那是独家秘方，这蘸料叫……好嘞，为了防止苏慕云破坏我的蘸料，名字我已经想好了，叫毒料。哎，这调料叫什么？没什么。对了，你病怎么样？刚才问你支支吾吾的。没事啊。大哥，我是学医的，扩张型心肌病怎么可能没事？充血性心力衰竭无法逆转，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心脏移植。医生说情况不太乐观，我可能没时间等到心源了。不行，你要回医院继续治疗。就算回去也不过是心理安慰，你是学医的应该明白。我一定会尽我全力让你活下来。那我这小命就有劳女侠了。